南新国中。好，南新国中是嘉义市少数纯铜管的行进管乐团的代表。好，在音乐的处理上呢，高音气质，中音温顺，低音沉稳。那其对随弦音乐鼓动，非常的美丽。好，看到我们的校长张英如张校长，跟学校家长这个团队，好来，哇，我们的这个学校呢，对管乐非常的投入跟支持，尤其是家长都还成立了后援会，来支持我们学校管乐的一个发展。好，那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旗队的同学，乐队的同学，他们身上的服装，他们的造型，每一年都是挖空心思。南新的管乐旗队经过近年的努力，还有对管乐的认真，也代表嘉义市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得到特优的好成绩。那每一年配合嘉义市国际管乐节，也积极参与管乐采接，还有变换队形的表演。所以今天晚上千万不要错过了南新国中的这个变换队形，我们也在这里开始期待今年他们即将带给大家什么样惊艳的表演呢？好，每一次看到我们南新国中的这个管乐团在表演的时候，对于他们能够一边演奏乐器，然后又能够非常流畅的行云流水的移动他们的脚步，变换他们的队形，又让我们看到呢，哇，叹为观止。这些孩子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做练习。好，那今天董事长呢特别加入了很多丰富的元素在我们的管乐台阶当中，等一下呢大家会有很多这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好，来，我们南新国中呢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教育宣导，哇，真的很有心。来来来，